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在这一段影片呢，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之后台版也会推出的两个全新的饰品。那相信在这一个礼拜的更新之后，大家都有发现，在我们的界面上，会出现了第三个这个页面。那在这边呢，小编用韩版的这个画面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这个新的印章系统。什么叫新的印章系统呢？就是它其实是把之前的以前叫做守护徽章啊，但是它把这个守护徽章的名称已经改掉了，所以它现在叫做守护印章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它推出一个新的印章，叫做恢复印章。那这个恢复印章，它主要的这个功能呢，就是增加药水的恢复率。也就是说，除了蓝耳之外，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饰品可以增加药水的这个恢复力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直接来切换到这个能力表给大家看。这个恢复印章它的增加药水的恢复率呢，总共分成了八个阶段。那随着强化等级的提升呢，它每一阶段都会增加药水恢复率 2%， 然后再增加药水恢复力加2，所以是每一阶都会往后加2加2加2这样子，最多的话可以加到 18%， 然后再加18%。那除此之外，从第三阶开始，它会增加一个所谓的药水延迟的时间减少，加到第八阶的时候可以减少药水的这个延迟时间减少 5%， 然后同时还有这个减免的这个效果存在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加到3之后，它的能力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可以强化到5甚至更高的话，是最好的。从第6阶段开始，它还会再额外再增加所谓的昏迷耐性，让你的这个抗晕效果会更好一点。那么这个恢复印章的取得方式很简单，就是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就可以去看到了哈。那这边的话，它的价格是跟一般我们的这个印章是一样的，都是单一个的话是120钻。那如果你买11个的话呢，就是1200钻。强化几率根据小编自己的测试跟看它上面的几率是一样的哈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强化的话呢，建议大家先以加3为准。好，那这两个印章是可以同时存在，也就是说这边还有多的一个新的饰品可以让你去强化。好，那如果说想要在便宜的时候买呢，在韩版这边它是有一个活动哦，是可以让你大量用便宜的价格去入手这个印章。不过台版的话就要看他们是怎么样去设计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饰品，也就是回复印章的部分。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饰品，也就是符石的部分。那目前的符石取得方式只有两种，一个是打世界王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去用国王的硬币来制作。但是在改版之后呢，这个符石系统它变成不一样了哦。它的原本是绿色的，它改成是一个蓝色的装备，也就是说它升级了。那它的取得方式呢，除了刚才说的两种方式之外，还有第三种，就是透过符石变换石、符石转换石的方式来制作。那这个符石转换石怎么样去取得呢？待会我们会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符石的能力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能力表。在这个能力表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总共现在新的以后啊，会有这个力量符石、敏捷符石跟智力符石三种符石。那一般你拿到的时候，它是在强化阶级0的时候，没错，它是可以强化的。以后的话，这个符石是可以被强化的。那这个强化的石头就跟这个刚才讲的印章是同一种石头，它可以去强化。那当然安定值是0，所以你每一次强化都有这个失败几率。但是强化之后，从第一阶开始就会增加这个近距离或者是远距离或者是 SP 啊 MP 回复等等的这些效果。然后再来到第二阶，强化到第二阶开始，它会开始增加各种符石它所附加的这个伤害减免。好，譬如说力量符石的话，就是无视近距离的伤害减免。那敏捷的话，相对就是远距离。那智力的话，相对就是魔法伤害的这个减免哦。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能力哦。那后续往后强化都会再持续增加这些能力，然后最高可以强化到五阶，好，最高可以强化到五阶。所以这个到时候大家如果去拿到这个符石的话呢，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要不要去强化。如果你要取得这个符石的话，怎么样去取得会比较方便呢？刚才我们讲到一个炼金系统嘛，没错，从炼金系统里面会是取得符石最快最快的一个方式哦。
千万不要再去说，想要在世界网里面拼到这个福石。小编自己从以前开服到现在，拼到现在一颗都没有啊，所以这个几率是很低的。但是你从这个炼金系统里面呢，你就可以去拼到这个福石转换石。根据我们在韩版这边看到的这个经验哈，福石转换石出现的几率其实没有说很难，但是因为它是蓝色的，所以基本上你身上要有足够的蓝装，才能去拼这个几率。好，那取得方式我们说了不难，但是要看运气跟你自己的手气。好，然后转换石从这个地方拿到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从制作系统里面去，好，去取得这个，这边就可以拿来制作，看你要制作什么都可以哦。这一颗福石转换石呢，它意思就是它可以让你转换制作成不同你想要的这种福石。那福石的话，现在只有三种哦，其实照理来讲有四种哦。那四种的原因是因为它取消了这个体力福石的制作，所以体力福石目前如果你有的话，你只能把它转换成福石转换石哦，你只能把它制作成福石转换石，它没有办法逆回去哦，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关于新饰品的一个介绍，大家可以开始准备一下喽。那这一段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小编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